咱的第二天吼，啊，要用一咱三济宫啊，宝清大帝以及咱五国开大尊王，用一咱三十国王以及咱的威照尊神，手捧千秋，感谢咱王爷传，感谢罗主哈，啊，感谢王爷祭信书，啊，感谢咱土宫祭信书，感谢王爷卡，感谢信路，要来个感谢多天祖信书，用动来加赞助小小新婚，感谢新奇，我来点多谢。感谢您啊，来个赞助公仔，不然我要祝福楼主，祝福咱的正主新路，小船再出，大船会当来个载你，日日健在，日日新，日日发达，日日兴啊，代代兴，代代旺，家里是势，身体勇健康，上盖健康哈。来，啊，咱即马最时节，赶紧互相办三节，莫白提供办三节，本来恁安排介绍，我来咱内讲起身啊，说起身，希望歌曲的部分听了会欢喜，甲元宵安排了会满意。祝福你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哈！接着下来，刷着下去，介绍安排后一位，开门探头我看麦，来报歌苗，快来圆圆，来圆圆来安排，新歌动听的圆圆心会飞。谢谢，徐佩君。